金头发脑引发的一场血案。这头发脑好吃啊！连片都吃黑了。金头发呀，怎么？那铁锅都给你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这个麻辣好吃吗？懂了吗？啥？这麻辣好吃？还想说啥？别说，我看着就吃那个麻辣。哎呀，真不好意思。不用说那么多了，我知道好吃，我也爱吃。好，来，他们还是吃金头发呢。老臭公就能吃金头发呢？没有，他最后一口就一只，一口就一只。一大早过来跳广场舞，那吃饱了才有力气跳舞。咱们还各自坐在自己的饭桌上那个。你们在拿我的红包吃饭，这是我最。我还领了这150啊！感情没了。让我们听听受害人怎么说。我也想知道是什么呀。那天我反应那么大是因为啥呢？因为我晚上不吃晚饭嘛，对吧？然后那天他们又早出工，他们就吃了那个晚饭，吃的还是金头巴脑，我就心生妒忌，你知道吗？恰好他们又碰见了你。你们大半夜不明天早出工，你们不睡觉，你们吃金头巴脑。行，那下次我们吃的时候就是静音吃，不会让你知道。